秋天气候变化异常，季节转换要快，早中晚即室内外温差较大，呼吸道黏膜不断受到乍暖乍寒的刺激，抵抗力减弱，给病原微生物提供了可乘之机，是感冒等上呼吸道感染病的高发季节。感冒的起点应该是出现症状的一天前，此时病毒已经在你的体内驻扎，更确切地说，感冒病毒会在体内潜伏18到48个小时，然后突然爆发。可见良好的免疫抵抗力是多么重要。不同于夏季感冒的热伤风，秋季感冒多为风寒型，症状通常是头痛、怕冷、无汗、喷嚏、鼻塞、流清气、精神不振。人得了感冒，细菌和病毒就会在鼻子里捣乱，引起鼻黏膜发炎，充血肿胀，就会出来许多鼻涕而鼻塞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感冒就有感冒鼻塞的原因。中医认为感冒主要是外感风邪所致，在相关穴位上施灸可通肺气，驱除风邪，提升人体阳气，增强人体抵御疾病的能力。可取主一身之阳，都脉经中大椎穴施灸，脏腑中肺主皮毛，鼻主肺烧，以宣散肺气。大多数人在感冒时与对它对抗到底，而有的人则早早选择敷药来治疗。其实中医治疗感冒也有一套，艾灸几个穴位就可以驱除感冒，缓解鼻塞。01大椎穴功效缓解发热，特别适合感冒后高热不退的人群。02风池穴功效缓解头痛，具有清热疏风解表的作用，特别适合风热感冒引起的头痛。03阴香穴功效缓解鼻塞流涕，驱风寒，通鼻烧，特别适合治疗感冒后鼻塞流涕等症状。04尺泽穴功效缓解咳嗽，清肺泻火，特别适合治疗感冒后咳嗽咳痰等症状。感冒因常见而又往往可自愈，故不与重视喜欢抗，实在不行了才去就医。其实感冒的治疗并非小事，临床上常见五脏六腑的许多病症多由感冒而诱发，而各种慢性病多因感冒而致使病情反复加重。艾灸治疗感冒效果好，但要越早越好，若出觉身体不适便施灸，往往一灸便愈。温馨提示，本平台分享的健康信息仅供大家参考交流，不作为医疗诊断依据，如有需要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。关注我们，给您更多健康与惊喜。